我好細個就開始睇嗰啲歌唱比賽啦，都覺得好得意嘅，因為喺台上可以表達到即係自己對嗰歌詞嘅理解啦。咁樣就因為係我覺得呢啲喺台上先可以做到咯，所以好少啊，我好少留意人哋眼光啊，可能我本身厚面皮啦。但係有人評價過咁樣，都有啲唔開心。但係我之後即係每次唱歌都會好留意自己嘅表現，睇下係咪真係有問題咯，咁會檢討一下。我係希望，好希望可以喺音樂路上嘅路上可以有更好嘅成績啦。咁參加新手學都好多嘢㗎，排舞啦、錄影啦，因為好多都係第一次未試過嘅嘢咯，同埋一次過會有好多歌要背啦、歌詞啊啲嘢係咯，所以係好 intense 嘅。一齊加油！新秀歌唱大赛多伦多选拔赛2014启动音乐力量，7月26号 Hershey Center 传递音乐生命。